want to order the breakfast. I want to ask the coffee. Is there any choice to order a cappuccino or latte? I prefer cappuccino. And the milk is low fat. Thank you so much. Then the juice be orange juice. Cold selection, I choose fruit bowl. This special cake and corn flake, which one is not sweet? So I take umbrella. Hello， 大家早安。今天呢，继续跟大家分享我在墨尔本的生活。睡了一觉起来，早餐已经送来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享用早餐，下个月开始呢，就是两个人了。这个是一碗香肠和一碗黄豆。每天早上不知道叫醒你的是梦想还是咖啡。Sophia 每天早上最期待的是一杯漂亮的拉花，一杯 cappuccino。上面惊喜的发现还有一点点巧克力酱，还好它的巧克力味没有很重，因为我这个人是不喜欢吃巧克力的。另外一杯饮料呢是橙汁，我们有两种选择，一个是橙汁，一个是苹果汁。这一大罐呢里面是牛奶，这个牛奶呢是纯牛奶，你可以用它来泡麦片。我们的菜单上麦片是分为三种，第一种叫 Special K， 看一下。另外两种选择呢是 Corn Flake 和Rice bubble， rice bubble 我有上网查，应该是那种糙米，像大米一样一粒一粒的。OK， 这一碗也不能叫凉菜，就是让你选一个凉的东西。我选的是水果碗，其他的选择还有 cheese plate、cold meat plate， 还有 yogurt。它的 mains 是这一盘有一个面包，面包你可以选全麦的，可以选白面包。另外是一片，这个是什么？试一下，这个是土豆饼还是炸鸡块？是薯饼来的，然后是半粒西红柿，然后是一点点 omelette， 15块澳币。Thank you.